各位大老师们关注高校联赛的，可以到我们的官博找到我们济南正在播出的地址，然后去来关注一下。然后明天呢，我们的天津赛区也将开赛了，下午的1:30和晚上的6:30，两场天津赛区的比赛即将开打，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这次高校联赛海选赛的相关事宜。所有的播出地址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博找到答案啊。同样，我们今天的京城大赛三局比赛也会精彩纷呈，我们三局比赛安排的分别是狼美人骑士、狼王魔术师以及机械狼通灵师。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12位参赛嘉宾，有请一号玩家来做赛前的自我介绍。啊哈喽大家好，我是5400啊，那个很开心啊，今天又来了啊，听说今天有任务啊，就是三把酒精水啊，9号玩家今天肯定是，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听说是有人安排的三把酒精水，哎呀，跟9号玩家站边，今天肯定错不了啊，过来。有请2号玩家。大家好，我是果冻啊，然后今天很开心来到这里。然后赛前的时候，本来我那儿坐着直播，好好的，然后九号说了一句：“哎呀，你戴眼镜了，我以为你是耿雪儿呢。”其实挺好的，然后就觉得九号玩家挺会说话的，希望他今天接三把金水吧，好吧，我过掉了。有请3号玩家。Hello， 大家好，我是轩宇。未免就是有的观众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九号玩家要接金水，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昨天下午玩一些游戏的时候出现的一些小故事啊，就是当时呢，我抽到了一个我的底牌，就是恨戴氏，我得干戴氏。我心想说，哎呀，目标太大了，我先苟一苟，先别让人发现吧。结果突然间出现了一个荣耀，他哐哐哐给戴氏，大概就是干了5滴血啊。戴氏总共有几滴血呢？5滴血，直接给戴氏干死了。哎，我这时候觉得荣耀真是哥们儿哈，不仅荣耀里面帮，不是，不仅玩游戏帮我把戴氏干了，今天的金水也是他来替大家接，所以我觉得这个荣耀这样的朋友我真的很愿意多交。然后以及是我3月份的会员礼在这里啊，麻烦导播给个静静，这个是我3月份的一套会员礼，一套是我植物大战僵尸的胜利版，还有一套呢是植物大战僵尸的失败版，是两个哦，是一套的摇摇乐。然后哎呀，希望大家喜欢，希望大家能喜欢，然后就过来。邀请4号玩家。京城大赛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法拉利啊。然后昨天第3局女巫还是一如既往没有演好，所有的超话呀，还有抖音私信啊，然后观众朋友们的留言我都看了，都认可。弹幕老师的批评呢，我都进行改进。然后今天呢，希望可以好好加油。但是今天是发生一点小意外啊，今天状态不是很好，因为吃坏了肚子，然后呢窜稀，已经去了6回厕所了。然后还好，不过没关系，还好我胖啊，要不然马桶压不住，直接蹦天上去了，好吧？谢谢，好，过了。邀请5号玩家。大家好，我陈俊杰啊。然后这是我们这一周最后一天大师赛了，希望能够好好发挥，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啊，我就过了。邀请6号玩家。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临时啊6号玩家，我是那个老叔子。那个我是不太希望自己有可能进入外楼赛道，所以今天我希望给点容忍度啊，给点宽容度啊，希望今天有个好的体验。周五啊，最后一天了。开心一点过掉。邀请7号玩家。那个首先感谢范郎对我们大师赛的这个支持啊，然后大家可以那个多玩玩范郎，然后范郎呢最近也是有那个机械狼通灵师的板子，然后在那个各大应用商店都可以下载啊。感谢我的小卖部给我刷的那个跑车啊，那个榜一是我开了一小卖部啊，大家可以去那个光顾光顾啊，就跟卖卖零食什么的，它是一个就是在非带货时间的一个小卖部。然后同样我们那个高校联赛也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校联赛，以及呢那个真音社也在那个招聘歌手，大家想去的话，男歌手也想去的话，也可以去参加一下这个应聘啊，应聘。然后10号就有一个唱歌比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其他没了，希望那个今天大家看得开心吧，好吧，今天那个厉害的人也都在那个水平也是这周最高的一天啊，那个希望大家看得开心，我过了啊。有请8号玩家。大家好，我是牛肉干，抖音是狼人杀牛肉干。我再重申一遍，我有在直播，不要没有刷到过我的直播就是我没直播，我有在直播，大家用心搜寻一下能找到啊。然后对，大家给榜一那个小卖铺点关注啊，没事的时候想买点零食呀去看看。然后接音社想听歌的时候就听一听，调子没关系，放开心态。今天没有人说什么在拿平民也会跳预言家给你发金水，没这回事啊，放心，我过了。有请9号玩家。享受游戏，热爱生活啊！
然后游戏有很多为大家带来开心，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然后也是那个啥带病来的大师赛，没请假，因为这个我特别热爱狼人杀，不管我病得再严重我也会来玩的。然后我就不多说话了，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荣耀风过啊。那个真音社现在也在招聘呢，我可能也会去那个面试面试，不知道能不能面试到那个这个工作资格，因为可能今天晚上过后就要睡了，可能是，但是我身体实在不太舒服，我过了过了。有请十号玩家。你真不舒服吗？你不知道每次大二赛的时候闹子啊江南都在门口等着，万一有人不舒服他们随真的在门口，我今天过来碰着了，我厕所碰着了，你实在是第一把哪完事儿难受，你跟他们打个招呼，你跟歪哥说一声也都行，然后其他也没啥，希望周五玩的开心就行了，有荣耀在这顶着，我觉得大家都很安全好不好，我过了。有请十一号玩家。大家好，我是小郭，然后今天周五了嘛，我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大气的人，今天要表现不好我明天就不来了，先把话放在这儿，然后就今天就随便玩了，然后明天大师赛不来了呀。对呀，反正今天表现不好明天就不来了，然后也算是满足了弹幕老师的一个心愿，然后我就过了。邀请十二号的荣耀感身体不舒服，因为昨天划船划的嘛，对吧？你昨天划船划太用力了，你知道吗？你肯定身体不舒服。我觉得没事。你知道吗？昨天戴斯的手牌有多强，你知道吗？他死的时候身上还有两个水，我有四个水没有喝，他就死了。然后我祝你今天玩的愉快吧，我希望你喜欢狼人杀。法拉利是真的不来了吗？等我好好说一下，我不希望你不来啊，我只是如果今天打得好的话你还会考虑重新再回来吧，说一下说一下啊，别的没有，我希望今天大家能够看得开心好吧，没有过了。然后感谢我们十二位嘉宾的赛前自我介绍，也要祝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女生朋友们今天节日快乐。然后高校联赛的济南赛区正在开赛当中，明天下午的1:30以及晚上6:30会有我们天津站的海选啊，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喜欢我们场嘉宾呢，可以通过投石的方式来给到他们鼓励，投石的通道在我们的官博置顶链接，包括我们高校联赛各赛区的直播地址和直播安排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博找到答案。目前我们的真音社仍然在招募我们的男歌手，下午2点的时候真音社就会开播啊，然后各位在屏幕前面有唱歌特长的都可以到我们的真音社里边来面试一下我们的歌手啊，同时呢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目前的榜一啊 JY 赖世的小卖部，当然我们 JY 赖世在非直播的时间里边有很多的爆款产品都可以在我们的小卖部里边上架，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错过了我们赖世同学的直播，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小卖部里边找到，随时可以下单，也都希望大家在关注我们的比赛的同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冠名赞助商，也是我们赛事的指定 APP 泛狼 APP， 泛狼视频狼人杀在家里的玩美杀，记得到各大微商店来下载泛狼 APP 跟我们一起玩狼人杀。8点到9点的时候记得送出人气票，感谢各位了。马上开始今天第一局，第一局的版型改为玉女裂白混血儿啊，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赞，感谢各位了。